嗯，现在核桃收的差不多了，今天我要去别人家地里面捡捡看带核桃，就是人家没捡干净的那种，每年我都会去捡的，看看今天我们能捡多少，走，赶紧去。看，这里又发现了一个，哇，这里还有一个。看看，看来今天这运气不错哦。这个是我家的啊，我记得之前捡的时候都捡干净了，现在又捡到了一些。我老公说今天应该能捡个四五十斤，我说应该没那么多，我跟他打赌了，我们看看能捡多少斤，要是能捡个四五十斤就发财了。看他又捡到两个了，哇塞，这边又看到了一个，哎，看我老公那里又捡了好多，看到没，好多呀。这是让我输的节奏啊。嗯，又捡了一个。我们已经捡了一个多小时了，我老公去上面捡，背下来了。来，我们看看他捡了多少。看我捡了这么点。这是我捡的。然后我看看我老公捡的有没有我的多。看呀，哇，看看我老公捡了这么多，好多呀，我就捡了那么几个。我们把这个倒在一起，给它拿回去，太重了不好背，待会我们再去下面捡一些，应该有个二十斤左右了。哦，可以过来。干嘛？过来吗？干哈？哇，老南瓜，看看这个之前的小嫩南瓜，想成老的了。我老公之前被我指死了一个，他没死，这个老鼠吃掉了，漂亮。看看我们一共捡了这么多，应该有三十斤左右，收获还是挺不错的。今天我们把它倒在一起，看看有没有一篮。嗯，差不多，刚好一篮，这样一篮就差不多三十斤，不错。那就是今天我的收获还是挺不错的，核桃吃完了可以去捡半核桃。好了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别忘记给亲亲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